那请美女朋友把你们的设备往这边来看哦。那接下来由小弟来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家乐福的年菜套餐 CP 值最高的这个合家欢如意套餐。那刚刚小弟有偷偷的问了一下我们今天的陈主厨，目前应该全省我们销售已经有超过3000组以上的销售哦，这一组是 CP 值非常高的套餐。那这边工商服务一下，如果今天主厨有特别带了小礼物来，就是说如果今天订我们的合家欢如意套餐的话呢，会另外加送一个5根肠旺哦，只有今天在家乐福顶山店的订购才有的。那今天我们也请我们的陈师傅呢特别跟我们的来宾介绍一下，有一道菜他非常推荐的，这一道蒜香河粉鲜虾。那接下来由我们的陈师傅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欢迎陈师傅。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蒜香河粉鲜虾。那这道菜呢平常我们都是在餐厅才吃得到，那今年我们在家乐福年菜的部分大家也是吃得到这个餐厅等级的河粉虾。那这个其实最特别的是我们特调这个酱料跟它下面的猪肠的板条，那上面的鲜虾呢它也都是熟的，所以呢其实在这边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它的复热的方式。其实回去我们只要烧一锅热水，把板条丢下去2分钟，然后这个虾子呢比较退冰，那它已经是熟成的虾子，所以我们板条捞起来以后呢再把虾子丢下去50秒，那另外里面还有一个酱包，我们复热30秒把它淋上去，切一点葱花撒在上面，我们餐厅等级的蒜香河粉鲜虾就出来了。那今天呢在这边特别的介绍的合家欢如意套餐里面是8个菜一个甜汤，现场你看得到的分量，我们有没有另外多做，就是我们现场加热然后摆盘，那切一点葱花摆一点香菜，那现场的这一桌就是1888块。那今天在顶山店预购呢我们加赠5根肠旺，那只有限当天，对，那取货呢你可以到除夕夜之前来取货，来这个店各店取货都可以了。谢谢大家，谢谢。那再另外再跟大家报告哦，那个今天有好康的要送给大家，就是今天在家乐福顶山店你购买年菜3000元的话，我们加送300元的家乐福的提货券哦，只有顶山店今天才有的活动哦，所以如果要买，对，下午2点到6点哦，所以如果要买年菜的话要把握今天。那我们有一个很贴心的服务，刚师傅也有提到，如果您有订购的年菜不用烦恼说啊我拿回家我的冰箱不够大怎么办，没关系，你只要先预购我们的仓，就是我们的设备可以就是先帮各位的预定的年菜先存放在我们这边，你决定什么时候要提货再来跟我们说好，就是可能接近除夕的时候再来这边提货好，方便大家年购的这个年菜的采购，不用担心说拿回家里面的那个冷藏设备不够放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洪处长。哇，各位可以看到1888里面有佛跳墙，有鱼，有鸡，有虾，今天现场订购呢还有加码的肠旺，而且呢各位刚刚有听到了哦，满3000还可以再折抵300块钱， CP 值最高真的就是这一桌，就在家乐福了。所以今天呢如果想要订购的朋友请赶快把握机会，而且家乐福怎么那么贴心，知道你家冰箱已经快要被塞炸了，所以呢家乐福还可以有冰箱借你冰，这么好这么贴心的服务，这一桌只要1888元，现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